专注于表现海滨滩涂，郑德雄的这些摄影作品纷纷刊登在《中国摄影》《国家地理》等杂志上，让人们充分领略到霞浦的海滩之美。而霞浦这个原本让许多人感觉陌生的地名，也由此进入到国内外摄影家的视野。天光云影，鸥鹭翔集，潮起潮落。 霞浦海陆相连的滩涂上，瞬间变幻的奇妙与灵动，诡谲与神秘，让摄影爱好者们趋之若鹜。霞浦滩涂的景致吸引来各地的摄影爱好者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。现在已经形成了产业化以后呢？ 它有一个庞大的这个服务队伍，有200多号人现在从事这个工作，由此呢也衍生了很多移民模特，来配合我们的创作，所以说这些人都是受益者。